发生什么事了？运动会啊，有音乐没有人的，耶、yeah!！Keep running， 没有人啊，来到体育场，今天看来要搞事情啊，兴高采烈的走进来，连个观众都没有。欢迎大家来到杭州，2014年我们从这里开始奔跑，4年后的今天，你们将在这里迎接奔跑吧有史以来最不可能完成的一次任务。最不可能完成的一次任务，请来领取你们的任务卡。不可能的任务是什么？兄弟们，后面往下呀，你要放大镜，你们已受邀参加，现在看到中文都害怕，首届国际名校学霸龙舟赛。学霸龙舟赛。通过2天的集训，你们将和15支国际名校龙舟队一决高下。啊！挑战项目2000米环绕赛，不可能，我走都走不了2公里，划龙舟2公里。15个，你们是受邀要参加一次真正的国际性的龙舟比赛，所以是要来真的。太难了，这一季哪次不是来真的？对吧？我们都是在联合国。发过言的人了，就是我们就比如说不小心参赛了奥运会的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属于这种，是吧？所有人这种，那是皮划艇，你这个不是啊？龙舟是这样的。哦，你说那是皮划艇，我可以站在前面打鼓。前面打鼓很累，我可以做龙头。你是水龙头啊？马上，我们就要先来认识一下国际名校的同学们。来了，谁怕谁？是我们的队友还是对手？是你们的对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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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这个座位，你看这个座位，真的很多人。让我们欢迎首届国际名校学霸龙舟赛国际名校的同学们上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兄弟团的成员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没有。首先，让我们欢迎复旦大学龙舟代表队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欢迎哈尔滨工业大学龙舟代表队，著名的哈工大。马上要请出的是来自美国的哈佛大学龙舟代表队。哇，哈佛大学。这是来自于母校。欢迎澳门大学龙舟代表队。哇，全男孩有两个。飞飞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会不会摔死啊？欢迎来自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龙舟代表队。麻省理工，我的母校，我的母校。我靠！我第一个笑的人害怕。他们这个真的是国际赛事。麻省理工，空空空空。感觉他们真的很强。欢迎南京大学龙舟代表队。接下来，来自英国的牛津大学龙舟代表队。今天来的全都是国际名校。欢迎上海交通大学龙舟代表队。欢迎来自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龙舟代表队。欢迎同济大学龙舟代表队，都是最厉害的，都是全球最厉害。龙舟不息，四强不息，绽放青春，激浪前行。欢迎西安交通大学龙舟代表队。
欢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龙舟代表队。人心齐，泰山移，高大龙，傲群雄。最后，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龙舟代表队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刚才每一个学校出来之后呢，老邓头都会过去，感觉像参与一下，让我感觉那种蹭局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哈佛大学，这是来自于母校，牛津大学，我的母校，麻省理工，我的母校，啊，全是我的母校。就所有的剧里面旁边蹭张照片。其实呢，对于我们这种读过这么多大学的一位过来人来说，老年大学，你读的是老年大，没错。那你代表老大，老大，你是老大呀。这些学校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，是的，是吧？只听过，只听过，听过。如果我们赢了这个比赛，我们的孩子可不可以加分啊？给小海明打个样，拼了，拼了！我知道。那个每年牛津和剑桥都有大赛，这个是有那个划船比赛，他们互相之间。中国的龙舟是特别厉害的，我们这次要把这个龙舟推到国际赛事。对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了世界，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赛龙舟，更是以其饱满的活力和极具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参与其中。目前全世界已有85个国家和地区在开展龙舟运动。我们这些参赛队员，他们就读于各个专业，有生物学、临床医学、计算机、法学、物理、新闻学、俄语飞行器设计等等。因为对龙舟的喜爱，所以组建了龙舟队。现在我们马上要进行我们本次比赛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揭幕仪式，现场所有人准备，大家一起倒数5秒，5 4 3 2 1。这么大船，好帅啊！这个是真的那么长吗？就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划的船啊！这个就象征着我们的龙舟精神。这就是我们要划的吗？动！龙舟文化源远流长，国际标准龙舟赛分为12人的小龙舟和22人的大龙舟。你们这次要挑战的是12人的小龙舟。那我们人不够啊。所以为了你们能更好地完成比赛，我们为你们请到了5位行业精英和你们并肩作战，让我们欢迎他们登场。欢迎女排奥运冠军惠若琪，哇，真的很高啊！哇，你好高啊！哇，好高啊！我起！哇，这也太高了！欢迎中国男子短道速滑奥运金牌第一人武大靖。欢迎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金融硕士何猷君。有造型啊，这个
室内全国纪录保持者，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男子跳高冠军张国伟。国伟，你让他路边狗笑，他路边搞笑。好期待，好期待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凯哥，凯哥，哎，我们说粤语的啦。哎呦，哦，超哥，超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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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凯哥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学霸真是。中间要站他旁边吗？你们站中间，俩高的中间站一块，我排一下啊，对，两个。哇塞！你看。再次欢迎五位成员的加入，你们十二位将组成奔跑队，参加此次国际名校。